大事了，那个药猴他逃出来了。啊，他现在正在打到玄天桥，眼瞅着要打到咱凌霄宝殿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个护天神将天蓬听令，在元帅一己之力抵抗，后果不堪设想呢。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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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元帅厉害。天蓬元帅，追月仙子。往日只听说天蓬元帅神勇非凡，乃诸神将之首，今日才知传言不虚。仙子过奖了，如果不是佛祖阻挠，我定要给妖猴好看。我们何不将人儿送到白头仙里去？我们一起去。陛下，如今的妖猴已经被镇压在五指山之下，若是之后脱困而出，恐怕又将是天庭的劫难。怕他何妨？今日我能打败他，日后照样可以。
陛下，天蓬元帅神威盖世，何不趁现在将那妖猴除去，以绝后患？天蓬，朕命你即刻启程，斩除妖猴。臣愿立下千般令，必斩妖猴于世。好，听说你的法器上宝庆金耙丢了，朕把这把法器赏赐于你，去吧。令部主命。仙子，这是何意啊？就怕你忘了我。我在广寒宫备了酒，等元帅凯旋。那仙子，现在就可以把酒温上，我一时三刻便会回来。经过这儿，所以我花了高价布下这上古捉妖阵。这次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给跑了啊！娘娘，金子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金子。说啥？小点声！远人，有妖气！you
小神见过天蓬元帅，不知元帅有何吩咐？天蓬元帅，神仙？等，元好。他的意思是活的？我还是第一次见活神仙呢。我问你，这里是何处？这里是无尽沙漠。徒弟，你知不知道五指山怎么走？回禀元帅，小神不知。下去吧。小神告退。哎，他不知道，我知道啊。没了。你知道五指山怎么走？五指山嘛，是不是五根指头的山？是的。我的天，真是！我原来去过。别，就在，让我想想，东边，就在那边。要不要我带你去啊？不用了。哥，您的麦糖原浆啊！你倒上倒上。好啊！哎，宝儿，咱们明明没有去过五指山，你为啥要骗他呀？哎，他可是上神，咱惹不起他。是，但是你想想，他那么厉害，我们要是把他骗到手，跟我们一块儿这样，那赚钱是不是事半功倍啊？可是没上钩啊。对呀，说到这事我就特别生气，我话都没说完呢，嗖一下就不见了。吃不下了。哎，吃点吃点。不吃了。哎呀。宝儿，怎么了？我好像知道他在哪儿了。真的，他在哪儿？因为我就在你身后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一路向东，根本就没有五指山，是不是在骗我？我不敢骗你，我真的去过五指山，不过不在正东。那你告诉我，到底怎么走？你得先往东走七里，然后往北走三里，再往南走一里，然后再往东走三里，然后呢西三里，北六里，南二里，然后就该绕山了。还想骗我是吧？难道这不是在绕圈吗？对呀，我也纳闷呢，这是个圈啊。你看你是神仙，你肯定比我们这些凡人见多识广，对不对？那你说是为什么？五指山乃如来所知境地，让仙家无法寻，凡人或许有可能寻到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呢刚好也要去五指山，要不要跟我们一路同行呢？我是不会与你们这些凡人同行的。哎，咱小心啊，这就是一脚兽的老巢了，我没有帮手。喂，走了那么久，什么时候才能走到？那就是三指山了，离五指山不远了，走吧。有妖气。
又蠢又懒，我最讨厌这种东西。切，小猪多可爱！走了这么久，五指山到底在哪儿啊？过了这个镇应该就是了。那个，你们在这等我，我去问个路。真厉害！我是什么，他是什么？他不是知道在哪儿吗？可能一时半会儿忘了吧。宝儿姐是不是上抢金集市了？别瞎说。鬼婆婆。骗我是吧？为的就是让我帮捉妖赚钱。不是，我们就是顺道捉捉妖，而且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？我让你现在就把去五指山的路线图画出来，现在。
我啊，我哎，求求你帮帮我吧，我的孩子抓走了，老子给你跪下了。帮你，现在这儿已经哭得很，我是不要吃有去无回，孩儿做生意。帮帮那个老婆婆，我就带你去五指山。大金牙，你跟我去。你又搞什么花样？我保证，这是最后一次。传说，天上的每一颗星辰，都守护着一个善良的人。当这个善良的人死去的时候，这颗星辰也会陨落。那是在为这个善良的人而流泪。上神怎么会流泪？那是你们凡人懦弱的表现。你一定觉得我是一个贪财的人吧？小的时候，我爹娘外出务农，回家路上双双被蛇妖害死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成了一个孤儿。幸好全村的人轮流照顾我，把我养大。知道失去亲人的痛苦，所以我长大立志要成为一名捉妖师，不让更多的妖魔为非作乱。我的老家在高家庄，那儿很穷很穷。所以我就想挣好多好多的钱来报答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。刚刚看到那个老婆，我一下就想到了自己的爹娘。如果我们不帮他的话，他就真的失去自己的亲人了。没事吧？快救他！客官想吃点什么呀？一中阴血，二两脑花，三分肋骨，四斤筋肉。客官说笑了，小店哪有这些啊？还想骗我什么？我看你店里除了这些，也没别的了吧？
死我了，彩儿，你没事吧？是你有事好不好？你都昏迷三天了。三天？对啊，大夫来过了，说你中了剧毒，要好多好多稀有的草药，我听都没有听过呢，药铺都没有货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天蓬人可好了，他每天上山给你找药，喏，都是他找的。可是把你给治好了。伯伯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快去看人可好？别别别，救你的是一位可爱的姐姐，你应该谢谢她，知道吗？晚上月亮真圆啊。那个，你伤未痊愈，应该好好休息才是。你也太小看我了，我可是打不死的阿宝。打不死的只有上神。哎，你不也是上神吗？你知道追月仙子吗？她美吗？嗯，那跟我比起来呢？好啦，我一个凡人怎么可能跟仙子比嘛？不过我教给你一个凡人的道理，要想跟女孩子好好相处呢，你得学会骗人。就比如说，我问你，这个世界上谁最美啊？你就应该说宝儿最美，宝儿天底下最美啦。上神从不说谎。死脑子鸡巴，一点也不通情达理。好了，不勉强你了。不过呢，我还是要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你呢，就是一普通的凡人，还敢挡在我的前面，下次千万别这么做了。哎，你又出赏金妖怪了。哎，你说他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那个意思就是啊，那个九尾狐比咱们打的赤炼金刚赏金更高。哎，你别激动，别激动。我问你的是，天蓬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天蓬？啊，没有啊。对对。啊，对，那个，你别挡在我前面那个。啊，对啊。意思就是说他很心疼你。你说他心疼我呀？来看看，小姑娘，这个很贵吧？是的，买不买啊？稀世难求啊。啊，哎，干嘛呢？麻烦。你说
还心疼我啊？嗯，你该不会喜欢他吧？不，小点声，你看你啊。哎，别说，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帮你搞定他。哎呦，说什么搞不搞定的，真难听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天哪！这下天蓬不被你迷死了。哎，你们来了，你们来了，一二三转，噔噔噔噔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好看好看吗？评价一下，评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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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银子说挺好的，挺像妖猴的。是不好看吗？好看好看好看。怎么说话呢？这明明不清新可人吗？客人什么呀？好看。哎呀，你早说嘛，银子说啊你像小仙女。哎，这妆也化了，接下来就是教你怎么去勾引男人。勾引啊，别化了，看见宝儿会散花，就是信号，我们就放烟花。你来啦，你知道吗？在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及时的大声的告诉他，要不然爱就会消失。今天我就想大声的告诉你，当你从天而降进入到我世界里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总是在梦里梦见你，我才发现我喜欢上你了。小生不知何时见过小姐啊，小生。你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喜欢吗？好，那我告诉你，喜欢一个人就是无论何时都希望跟他在一起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无论人生的顺境还是逆境，只要对方需要，他总是会出现在你的身边，直到永远。宝儿，我想你是误会了。误会？我怎么可能会误会呢？你救了我，而且你关心我，你分明就是喜欢我啊！我救你呢，是为了想去五指山。就是五指，怎么总是五指山？我根本就不知道五指山在哪，我是哄你的。你果然又在骗我。那是因为我希望跟你待的时间久一点。那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乃堂堂的天蓬元帅，自然有仙子相配。若是我要喜欢上你的话，我宁愿变成一头猪。放烟花！
还不高兴啊？什么天神，就是一混蛋！我不许你那么说他，宝儿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说了。其实也是我有错在先，我先骗他的。我一定得帮他找到五指山，这是我欠他的。我的天哪，你没救了。我万事屋的规矩你是知道的吧？我知道，万事屋前置500年，后置500年，所要的报酬是每个人身上最重要的东西。你要我什么？我想要你脚上的红线。你看不见，那是月老在你脚上系的红线，我若将它取走，你的姻缘只会有因无果，有缘无分。小丫头，你还敢跟我交易吗？嗯，心都给了别人，艳羡留着有什么用？拿去吧。看见了，这可是我给你拿的。哎，哎呀，我又想搞的，你也不会把他们东西我也不管呀，不是？你还不是？哎呀，哎。山石之后的，俩桃跟说说，就你这破牌你也敢说？哟，嗯，这不是天蓬那小子吗？猴子，与我本无仇怨。哎，别不玩了，时间叛逆，我就要赢了，你们打完这把行不行啊？等一下，打完这一把不行吗？我打那么久，你们快点！难为，受死吧！
了。你走时曾立过仙班令，必擒孙悟空，正念你护佑天庭有功，就功过相抵了吧。仙子，这么晚了，我要先回去了。哎，仙子，别走！我知道，是我让你失望了。但是，你看，你赠予我的手帕，我一直留在身边。你误会了，这是我无意中掉落的。哎，仙子，怎么可能是误会呢？这是我们俩的约定啊！你不要忘记吧，啊！你别这样！你看，是你送我的手帕。不要这样！大胆子！大胆天蓬，竟敢在天庭调戏追月仙子，该当何罪？请玉帝恕罪并罚。以正天规，即刻起除去元帅一职，收回法力，打入凡间。一次打你一次，走！一无是处，窝囊废！呸！走，别脏了地。如今他天蓬元帅，只要沦落至此。天地背弃。哎，你难道？这个。快，
是我的。到嘴的馒头想要回去，不可能了。你还给我！我一乞丐，什么都没有。你想要什么都不行。哎，馒头，新鲜出的馒头，又大又好吃。馒头，哎，馒头嘞，馒头。来个馒头吧。来肉来肉啊！你可不像个乞丐，难道是因为穷，家里婆娘跟富商好上了？我猜对了。穷啊，你得去赚钱。东边有座五指山，那里面有个特别厉害的妖精，你要是能给他抓住，你就有钱了。不过有个捉妖师在里面捉了三年都没把他收了。捉妖师？你说的是哪个捉妖师？一个丫头带着一只猪。就是他。你陪我姐妹的份上，下次我再让你两张，怎么样？你别太嚣张了，总有一天我能找到对付你的办法。天鹏，天鹏，天鹏，你回来！哎，你别走，我还没玩够呢。你认错人了、哎、没认错，干嘛就不认识我、哎、别走。你没法力了，在你面前这个人本来就是个废物。吃吧，饿了吧？谢谢你的酒菜，现在你可以走了吗？我为什么要走啊？你看我现在变成什么样子，你还不赶紧远离我，你是不是傻呀？我去给你买衣服，你在这等我。好嘞。
小二，只有这样你才会远离我。来了，客官，给我加道菜。好嘞。天鹏，快来试试，看看合不合身。你别喝了。别管我。我劝你一句啊，不要再去找孙悟空了，你是打不过他的。可是你能啊，过去的三年里我拼了命的在帮你找他的弱点，但没想到成了他的消遣。简直就是个白痴，我有法力的时候都打不过他，更何况你现在这个样子。为什么轻易放弃啊？你是威风凛凛的天蓬元帅。天蓬元帅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啊！我说过了，我早就不是以前的天蓬了。你到底有完没完？再这么自暴自弃，打败你的不是孙悟空，而是你自己。我从来没什么法力，但我一样能成为捉妖师，就是因为我从来不放弃。我最喜欢天蓬的一点，就是因为他眼睛里永远闪着自信，哪怕他跌倒了，他也能站起来。答应我，把那个骄傲的天蓬找回来，好吗？让我看看你的手。我的小猪呢？不让我来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你如果不是真心对宝儿好，你就给我滚回天庭。我现在已经沦为凡人，废物一个，不再是那个能帮他斩妖除魔的天蓬了。你叫我如何面对他啊？宝儿天天想着怎么帮你打败孙悟空，让你重回天庭，做他心目中真正的天蓬，这些你还不明白吗？那你告诉我，宝儿他现在在哪？你说呢？他是不是傻呀？我跟他说过多少遍，那猴子不是你做的。小丫头，这几年我已经玩腻了，
你现在走的话，我就放了你，不然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有本事你就杀了我呀，天蓬会为我报仇的。那个废物，好，我倒是要看看他怎么替你报仇。啊！只有我的兵器上宝剑金耙才能控制住他，但是我的兵器早就丢失了。那你早说呀，我们把你的钉耙找回来不就行了吗？但是那一战已经是20多天的事了，你要知道，天上一天，地下可是一年，这钉耙落入凡间也有20多年了，恐怕再也找不到了。元帅，元帅，土地，土地，我恰巧路过此地，听你二人在说悄悄话。元帅，这神器天降必有异象，20年前在西方曾出现过异象。一道金光坠落，方位离高家庄不远。高家庄，那不是我的家乡吗？欢迎前往高家庄啊！我们村长特别和蔼，村民也特别热情，我们也见到高家庄了。你可不能拒绝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们村里的人都可好了。不一定，你可千万不能拒绝啊！你给我开门口，村长，钱交了。我看到那个聚摊位的人了。他就是我们村长，不能聚啊！他人超级善良，特别乐于助人。不能聚啊！村长，村长，宝儿，真的吗？我也想你们。你也回来了啊？哟，哎呦，才儿，你妈都想死你了啊！哦，这是天蓬，我们的朋友。村长好。天蓬好帅呀！村长，我这次回来是有事情想问你。什么事啊？我听说20年前咱们高家庄天现异象，有没有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下来？哟，午饭还在锅里呢。你看吧，我就说大家都很热情，应该大家都回去给你准备饭去了。那个爹娘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哈，这是天蓬，
之前我们捉妖的时候救过我们好几次呢。这是彩儿爹，这是彩儿娘，从小看着我长大，也算是我的爹娘。那个，大叔好，大娘好。来，吃饭，大伙吃饭，大伙吃饭，啊，吃饭，来，上。啊，爹娘，人家宝儿这次回来是有事儿的，你们一直待在高家庄，知道高家庄20年前发生的事儿吧？20年前会有什么事儿啊？就是20年前有没有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下来啊？胡说，天上怎么可能会掉东西呢？我听土地公说，20年前高家庄天现异象，所以放屁。我在高家庄待了40年了啊，40年啊，从来没发生过天上有什么异象。你说那个土地公，他到底知不知道啊？高家庄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异象，我们现在到哪儿就找那个钉牌啊？宝儿，我说你是傻到家了你啊！你想想啊，你帮他找到了钉牌。他打败了孙悟空，他就能重列仙班到天上去了，这到时候你可就再也见不到他了，啊！你想想啊，这爱一个人呢，那都是要自私一点的。哎呀，可他现在并不开心啊。你想想，如果你爱一个人，你跟他在一起，他并不很开心，那得到他又有什么用呢？爱一个人不就是为了让他过得好吗？好啊，你成全了他跟仙子，人家俩在一起了，那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你成全了人家，自己一无所获呀。哎呀，就算一无所获，我也得帮他找到那个钉耙。我们再去村长家问问。哎，村长晚上才在家，那我们现在就去他家等。走。哎，你没救了你。20年前。这天上显异象，从天而降，一把地面砸了一个大窟窿，所有的村民都跑过去围观了。这地面上竟然没有发现任何的物体，只见一只妖兽，人面羊身，目在腋下，正在食人。是天宝下凡，万化邪灵啊！您的意思是说，这钉耙变成了这个？正所谓上古神器，一正一邪。你们要想找到钉耙，就先得找到这妖兽，然后将其在其腹中把钉耙拿走。村里人都十分避讳此事。是因为这个，我向来是绝口不提的。哎，好好好好，别挤啊，别挤啊！哎，好好好，哎呀，哎呀，行行行，别挤别挤！哎哎哎，蝴蝶神将，哎蝴蝶神将，哎，等等我呀，蝴蝶神将！哎呀，蝴蝶神将，请留步！哎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呀、啊！今天玉帝加严四方仙班，个个都加封功绩，唯独我依旧是看守南天门，能不气吗？哎，没事儿没事儿。哎，你想啊，这论功绩还是本领，谁能与你比啊？你应该是元帅，一统天兵啊！啊，那为何呢？你看，这不机会来了吧？天蓬已经被贬下凡，这个位子还是个空缺，我敢保证用不了多久，非你莫属。嗯，那何时呢？只要天蓬的星灯一灭，就是你护天神教飞黄腾达之时啊！啊！我去找妖兽。
路途长远，替我照顾好天蓬。之前他把自己的姻缘献给了万事通，才获得了五指山的地点，现在又把自己所有的钱给了村长，帮你找钉耙，他为了你真的是一无所有了。你说什么？显现五指山的方位是宝儿拿姻缘线换来的？他什么都不让我跟你说。哎，你去哪儿？追他呀！找村长。这招行得通吗？这宝儿生性倔强，如果你不给他个说法，他肯定会一查到底啊。谁？是你们呐。宝儿呢？村长，刚才我都听到了，既然你要瞒着他，那他一定跟钉耙有关，有什么你就告诉我吧。就是因为你，这宝儿才会有危险呐。起先大家觉得他是个妖怪，就想把这个孩子给丢掉，可他分明就是一个婴儿啊。这落在高家庄，即是与此地有人，所以我说服了大家跟我共同保守这个秘密，把他带回村子抚养长大，取名宝儿。你火眼金睛，是不是早就看出宝儿的真身了？你没发现他手上的疤，就是咱们当年大战的时候金箍棒造成的。灵气有灵，你却是个呆子。气灵灭，身边出。宝儿和上宝剑金耙，你只能选择一个。呆子，这就是你口中所谓的天道和因果，你自己选。不过你也不用太难过了，我们终究不过是人家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而已。嘿嘿，是我输了。是我输了。我赌输了。孙悟空，我要挑战你。你是何人啊？我是天蓬的朋友，朱妖师。算了吧，小姑娘，你连我一根汗毛你都伤不了。算了，我一定会打败你的。幼稚，你为他拼命，等他需要牺牲你的时候，他一点都不会犹豫的。他不是那样的人，就算有一天他需要我付出生命，我也会将生命交付于他，因为我相信，相信他一定会保护我，因为他一定会娶我，他是我未来的夫君。这样，我跟你赌一下，看他究竟会不会娶你。你要好伤，随时可以来找我，我不杀你。
长，是您告诉我这妖兽是在西边的山洞里，我去看什么都没有，你说这怎么回事？这西方的山洞有很多嘛，婉儿，不是这个，也许是另一个嘛。就是，想住哪儿，这不还得看妖兽的心情吗？对，山洞多着呢。这个谁说的准？我哪知道这么不巧，还真有一山洞，你也帮忙说两句。才是他爹的事。我问你啊，你看到这个山洞，它是什么形状的？圆形的。怎么会是圆形的呢？我们当年进去看它啊，它是进入一个三角形的山洞啊。哎，就是三角形的。对。那行，我去找三角形的。哎，去吧。崔鹏，是，我知道钉耙在哪儿了。等我给你找回来。别找了。找到钉耙打败孙悟空，我就要回天庭了。但是我不想回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跟你在一起。把自己的姻缘线和万事通做交换，我要把它还给你。你别去找他，我跟他有约定，他不会还给你的。我想娶你。我说我要娶你，我希望在场所有人都做见证。现在，我只需要你回答说好。去宝儿过门。好啊！小姐们，哥以后可就是咱们高家庄的女婿了。这事儿可闹大了啊！天机星君。为什么玉帝还不把元帅之位交给我？哎呀，任君，你过来看看。为什么天蓬元帅的灯还没有灭？天蓬仙元未尽，所以这灯不会灭呀。这你可得帮我。帮你！哎呀，我差点把大事给忘了。今天是王母的大寿，众仙都去了，我得赶紧过去。你这个事儿，改天再议，改天再议啊。既然你们都不在，就让我彻底灭了这盏仙灯。
在高堂。夫妻对拜。别哭啊，哭花了就不漂亮了。那你一定要记住我最美的样子。好。你手怎么这么冰啊？三界之中，我才能高枕无忧。上宝青钉耙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早上试穿婚服的时候，无意间听到了彩儿与彩儿娘的对话。没想到你和我的毒约，我突然间明白了你的意思。我有一件事要问你，你是真心要娶宝儿吗？这钉耙就是你的生命。取出来你也就烟消云散了。你真的爱他吗？我爱。因为他是。不是。天象突变，定有天神下。他命不久矣了。我们宝儿从小就是一个特别傻的女孩，只要你对她好一点点，他就会对你掏心掏肺的。
真的，我有一事想求，在我取出这钉耙之前，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分身，让我完成今晚的婚礼？你对他好吧，他很容易就满足的。我会的。宝儿，悟空说幻化回来的钉耙需要几个时辰恢复灵力，还好及时赶上了，一想到再也不能陪在你身边，心就会猛地抽搐。也许这种感觉就是爱吧。我就知道我没了姻缘线是不能跟你在一起了。不，我们已经拜堂了，我是你夫君。夫君，今后你也找不到我了，上宝请金耙会陪在你身边。不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。孩子在一起要学会骗人，就比如说我问你，这个世界上谁最美啊？宝儿是天底下最美的。将来你会遇到更好的。我不需要遇到谁，我曾经对你说过，只有猪才会喜欢上你。那我宁愿失去现在的容貌，从此心中只有你。传说天上的每一颗星辰都守护着一个善良的人，当这个善良的人死去的时候，这颗星辰也会陨落，那是在为这个善良的人而流泪。
手。阿弥陀佛，天蓬，你已回归神位，难道要触犯天条？如果你执迷不悟，将坠入凡间，永世不归神位。对，对，你要是灭了我的元神，你也会万劫不复。天有天道，因果有命，凡间种种不过是一种劫难，一种幻想。是幻象，更不是劫难。打扰一下，我问个路。啊啊！妖怪呀，妖怪呀！喂，你说啥呢？祖爷爷可是我们整个高家庄的守护神，你要是冒犯了他，我们全村都跟你没完。祖爷爷，给。祖爷爷，您再给我讲您当年和财儿祖姑奶奶降妖除魔的故事呗。等我吃饱喝足睡醒了再说。哎，讲讲嘛，讲讲嘛。宝儿。哎，祖爷爷，您又记错了，那不是宝儿，那是高翠莲。是啊，是翠莲啊。师傅，我看天色不早了，要不我们在这借宿一晚？也好。佛祖让我在此等候多年，高僧就是我要等的人，求高僧收我为徒。阿弥陀佛，既是佛祖旨意，必有因果。你在尘世多年，可曾戒了五荤三宴？不曾。那为师就赐你一个法号，八戒。谢师父。留意
什么天道轮回，什么扩散魂飞，我没有你那才叫可悲。怕什么虚心无愧，什么事与愿违，这一世换我护你一对。我将留下自己一半的法力，可作为结界，抵挡宝高家庄五爷。宝儿，这是我能送你的最后一件东西。走吧。从此以后，我叫八戒。Yeah.